有一种人可以叫蚕宝宝乖乖听话，准时睡觉，准时尿尿，他会做出冬暖夏凉的棉被。他是谁呢？他就是养蚕专家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哇，好冷哦！我叫大头，当然就是大头大眼睛喽，是一个非常好奇的好奇宝宝，喜欢拿着 DV 四处拍，爱吃小朋友喜欢吃的东西。呵呵，我还常常神秘失踪，让香蕉哥哥找不到我。盖了棉被，怎么还是觉得冷呢？哦，怎么又变这么热啊？太热太热，我盖又太冷。啊，都没有那一种冬暖夏凉的棉被。当然有啊，我是香蕉哥哥，我最爱吃香蕉。招牌的造型是头上有头带或是帽子，喜欢背着背包四处旅游探险，更喜欢拿着画笔画画涂鸦。还有啊，我遇到感人的事情就会感动流眼泪哦。蚕丝被啊，就是一种冬暖夏凉的棉被哦。嗯，蚕丝被是这样吗？啊，大头，你那个是蚕宝宝啦，不是蚕丝被。不过啊，我知道在苗栗有一位土爸爸，他是专门做蚕丝被的哦。走，我们一起去找他。哦，妈妈厨房里的纸巾真的不行吗？哎哎哎，香蕉哥哥，哎，你等等我。哇，这里的空气好好哦。对啊，大头，这里是苗栗县的狮潭乡，土爸爸的蚕宝宝农场就在这里哦。大头，就是这里耶。啊？哎？啊？兔爸爸你好，你们好。兔爸爸养蚕已经27年喽，最多曾经一次养30万只。为了蚕宝宝吐丝，曾经3天3夜没有睡觉，最多一天得采1000公斤的桑叶给蚕宝宝吃哦。哇，原来照顾蚕宝宝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好的体力和眼力。当然，细心也是不可缺少的，要不然很容易就把蚕宝宝捏死哦。兔爸爸，我们想要买蚕丝被。可以啊，可以哦。那蚕丝被怎么卖啊？我们3公斤就要15000元。什么？哥哥，15000元，那好贵哦。啊。15000会不会有点贵啊，兔爸爸？不会啊，但是我们的是100%的，100%的蚕丝哦。对，哎，那兔爸爸，你现在可不可以带我们去看看你怎么制作蚕丝被啊？哦，不急不急啊，还不急哦。那我们要先看蚕宝宝的整个过程，才是会了解哦。那我们就先认识蚕宝宝吧。听兔爸爸说，蚕宝宝从出生到吐丝大概需要35天。刚出生的蚕宝宝是一龄虫，每经过一次睡眠跟蜕皮就长大一龄，经过4次睡眠、4次蜕皮就是五龄虫。五龄的蚕宝宝就要准备吐丝喽。哎，看得到哎，好细好细哦。它是在不一样哎，它是在嘴巴下来的吐丝口在吐啊，不是在屁股啊。它不是从屁股，它是从嘴巴下面的吐丝吐丝口，而且好长好长哦，越拉越长了，越拉越长。哇，香蕉哥哥，蚕丝真的很细耶。兔爸爸说，一根蚕丝大约0.002毫米，大概要有40根蚕丝才会等于一根头发的粗细哦。好可爱的蚕宝宝哦。好可怕哦。蚕宝宝是属于完全变态的昆虫。什么是完全变态的昆虫呢？就是啊，在外形上会经过超级变变变，它从卵变成幼虫，最后变成蛹，最后啊会羽化成蛾，在外形上一点都不像哦。另外，蝴蝶也是完全变态的昆虫哦。哇，好大一片桑园哦，小朋友，这个就是桑叶哦，是蚕宝宝的食物。我现在啊，要来帮蚕宝宝准备美味的午餐喽。
快来帮忙采桑叶叶。小朋友，你知道采哪里吗？我个人觉得，你看这里最嫩啊，最新长出来的，这么嫩啊，蚕宝宝一定喜欢吃。等一下，兔爸爸一定会称赞我的。哎，兔爸爸。你看，我采了好多桑叶要给蚕宝宝吃哎。哦，辛苦了哈。不会啊，你看这个那么新鲜，那么嫩，蚕宝宝一定很喜欢。这个要给武林吃的。对啊，武林啊，你不是说那个最胖嘟嘟的那个武林，吃这个最嫩最好吃。哦，这个吃了就会落晒了啦。啊？为什么？对，因为这边只有水分，没有养分。武林蚕要吃哪里知道吗？香蕉哥哥要吃哪一种？不是最嫩的部分哦。这个吃了一定落晒的，一定会没有丝的。啊，没有丝。太嫩，它就丝量不多了。那要采哪里你知道吗？哪里？就是要采这个，像这样老老的。哦，这一种老老的，像手掌一样大的叶子哦。原来我以前喂蚕宝宝吃最嫩的叶子都是错的，难怪他们一直拉肚子，真是对不起喽。他做二十几年了，我才做几个小时而已。兔爸爸，兔爸爸，我割好了，割好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多少？这样子够不够？我一天要吃掉1000公斤的叶子，那么少怎么会够啊？什么？1000公斤？香蕉哥哥70公斤重，那不就是有14个香蕉哥哥那么重？蚕宝宝，你们会不会太会吃了？哇，好多的蚕宝宝！那里有我们刚才采回来的新鲜桑叶。兔爸爸说啊，这些武林的蚕宝宝食量超大，饿得又快，所以待会我们把桑叶放下去，你们就可以看到蚕宝宝豪迈又大口的吃法喽。我去帮忙喽，兔爸爸，我来帮忙喽。就这样铺上去就可以了。对，哦，不，他就会慢慢吃，拼命吃。蚕宝宝一口接一口，感觉身体不断在长大耶。从1龄蚕到5龄蚕，体重增加了至少8000倍哦。香蕉哥哥，外面好像下雨了耶。哦，大头，你注意听哦，你听这个雨声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呢？好像在里面呢，可是里面没有下雨哦。对呀，这个声音啊，其实啊，就是蚕宝宝在吃桑叶的声音哦。哎，真的耶，好大声哦！好像下雨声。这是我们常吃的小饼干。它会被放在窗口的角落哦。你们知道小饼干有什么功用吗？这可是兔爸爸的妙招哦。这样蚕宝宝的天敌蚂蚁就会专心的吃小饼干，不会吃蚕宝宝了。兔爸爸很厉害吧？这个是什么？兔爸爸？这是桑叶榨的。哇！蚕宝宝吃的桑叶。对。哇，兔妈妈，这个好吃的，是话贵耶。对呀，这是桑叶做的哎。嗯，也是桑叶做的，大头。赶快看。好，你先吃一口。嗯，好好吃哦，整个人都要飞起来了。如果配茶一定更好。对，赶快来喝看看。嗯，怎么这么好喝？小哥哥，你猜猜看，有那么好喝的是什么茶、啊？我猜是洞顶乌龙茶。啊，不对，是东方美人茶。啊，金牌铁观音。我知道是陈年普洱茶。兔爸爸到底是什么茶？大便。什么？是蚕便便？好可怕哦！不过说真的，蚕宝宝的便便茶还真的蛮好喝的。听说啊，喝了对身体也是好处多多哦。还不赖。我想到了，兔宝宝，我问你哦。好。蚕宝宝吃饱了就直接吐丝了吗？没有啊。
他要吐丝之前，他都还要尿尿跟粪都要排完哦，他才有吐丝哦。啊，尿尿。哇，你看地上好多好多只，这是什么？蚕宝宝。是蚕宝宝哎，可是怎么都放在地上啊？好奇怪，看起来湿湿的。嗯，赶快叫兔爸爸来。兔爸爸。Hello。嘿，兔爸爸。Hello。兔爸爸来了。我们刚才发现这地上好多蚕宝宝哎，而且湿湿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他们在做什么？一定要呕尿了。呕尿？是客家话的尿尿吗？对呀、啊，那为什么要让他们尿尿啊？因为他没有尿完，他就没有办法吐丝啊。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尿多久啊？知道啊。怎么看？像这个这一只，这一只，哎呦，它是已经百分百就尿完了。哎，是因为身体会变有点黄黄的吗？这一只有没有尿？这一只有尿完，但是还没尿完，还没尿。还没尿完，对，怎么看呢？怎么看呢？他的这个身体很胀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已经缩到那么小了，哦，就是把他的水分排干了就对了。哎，哇，这真是太神奇了！原来蚕宝宝要尿尿之后才会吐丝，可是地上有那么多蚕宝宝在尿尿，要怎么样把他们抓到板子上吐丝呢？以前没有这个网子，哎，没有网子，哎，直接就倒在地上啊。那时候你又怕它吐丝吐完，你就一只一只挑，哪一只啊？哦，已经尿完了，先把它挑起来了。挑起来。难怪我有听说过兔爸爸有三天三夜都没睡觉在挑蚕宝宝。对对对，挑起来。还有他呢，以前也不知道，他要尿的时候，那蚕宝宝都集中到那么高。那么厚堆叠起来的，对，它全部集中，那后面就下面的就全部被尿泡死了，也被压死了。哦，因为它叠在一起。还好兔爸爸现在发明了新方法，就可以一次抓一大坨喽。不过真正可怕的是，抓一大坨之后还要再分成一小坨。我还是不太敢分开他们看，不好意思哦。如果你是中间那一只被分两半，我就 sorry 了。哇，我们现在要来放蚕宝宝到平面的板子上了。听说有些人会对这种蚕的尿过敏，我就是其中之一耶，会哈啾哈啾。所以我跟兔妈妈一样哈，会过敏，对不对？会过敏。对，我还好，我不会。还好兔爸爸不会，不然不能做这一行。不能做，对。对啊。好，都放上去。真的会过敏。哇，香蕉哥哥，你看这里的墙壁有好多蜘蛛丝哦。大头，你仔细看一看哦。上面那个蜘蛛丝啊，跟我们平常看到的蜘蛛丝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怎么会结成一粒一粒的？其实啊，那个啊是逃走的蚕宝宝结成的蚕茧哦。那他们要去哪里啊？大头，蚕宝宝有找角落吐丝的天性哦，在经过几个小时换位置之后，它满肚子的丝已经憋不住了，这才心甘情愿的在平面板吐丝。1001 1002香蕉哥哥，我的头都晕了啦，我们这样到底是在做什么嘞？我们在学蚕宝宝吐丝啊。那我们还要养多久啦？听说啊，蚕宝宝啊在吐丝的时候，头部会做八字形的摇动，一直到吐丝完毕，总共会摇动6万次哎。6万次，那会吐多长的丝呢？哎，总共会有1200公尺那么长，大概啊，就是那种国小200公尺操场要跑6圈。啊，真厉害！香蕉哥哥，我真的不行了啦。我也不行了，大头。
头好晕哦。哇！你们看，这是刚刚蚕宝宝吐出来厚厚的水。哇！现在香蕉宝宝跟土宝宝用100度的水要把这些蚕丝煮一煮哦。哇，好热哦！我还是赶快离开好了。哎，兔爸爸。可是为什么要把这个蚕丝煮一煮啊？这个就是要脱胶。脱胶啊，因为蚕丝有粘性，对不对？它有那个口水，它的唾液，它的唾液，唾液会硬硬的。哦，就是要把蚕宝宝的口水去掉，煮完等冷却之后，再用水把剩下的杂质洗掉，就可以拿去晒晒下午的太阳喽。会。好，弄好就过去找你。大头。喂。奇怪，大头。大头嘞，奇怪。大头。奇怪，跟我玩捉。你干嘛跟我玩捉迷藏啊？好了，赶快来晒蚕丝啊！你不要老是这样拉好吗？然后要用力拉吗？要给它拉的均匀的。均匀。对，我也来帮忙。大头来。它的韧性很强哦。哇，真的韧性很强，而且不会断掉哎。你觉得这样子啊，15000值不值得啊？还蛮值得耶，可是我没有钱呢。啊，那我们趁现在多睡一下。哇，好软哦。好香哦。看到大头这么享受，就知道兔爸爸的蚕丝有多棒了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兔爸爸这么辛苦，还要坚持养蚕宝宝呢？当然，有时候在很累的时候啊，头脑里面都是打大鼓的。那时候偶尔会想说，我为大家都呼呼大睡了，那我为什么命那么苦，还要做这些工作？真的，有时候真的会想把它放弃掉。那么好的东西，它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，那自然可以啊。那小朋友难道？我们台湾的小朋友就要去大陆才有蚕宝宝可以看，以后都没有台湾的蚕宝宝了。对啊，还有大家都想盖蚕丝被，为什么不把它保留？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我还可以冲，我都要把它继续保留。所以你真的是蚕宝宝的爸爸，哎，所有蚕宝宝的爸爸。兔妈妈队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太小声。准备好了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好了，哇，只花了30秒哎。接下来是香蕉哥哥队。香蕉哥哥，你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好，那兔宝宝呢？我也准备好了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开始。折一折，一折，再一次。好，对折。现在换你了。赶快翻。你现在要翻吧。你翻了，你翻这边。这里啊，这里，是这个吗？怎么颠倒了？不是这边吧？哎，翻出来的地方怎么不见了？兔妈妈，哎呦，平常在家里装被单，我也是很厉害的啊，没想到一山还有一山高，兔妈妈竟然只要30秒就完成了，哇！兔宝宝的棉被实在太舒服了。对呀，
光是一条蚕丝被啊，就需要15000只的蚕宝宝才能做这么舒服的蚕丝被耶，都要靠兔爸爸、兔妈妈的苦心哦。对呀、啊，盖起来有幸福的感觉哟。好幸福哦。今天我看到了儿时的记忆，大家都共同养过的蚕宝宝，在这里万头钻洞的蚕宝宝洋溢着热情的生命力，为养蚕这种特别的行业带来难得一见的曙光。这个行业不止艰辛，更需要耐心和爱心。兔爸爸的爱心不止在蚕宝宝，更发挥在这两位小师兄的身上。他们辛苦的工作，一步一步的学习，不但把蚕宝宝喂得胖嘟嘟的，吃着用汗水换来的便当，他们养活了自己，也肯定了自己。养蚕重伤甘如饴，吐丝蜕变传千里，这句话是我最想送给兔爸爸的话。就因为兔爸爸的坚持，让台湾的小朋友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养蚕乐园。台湾第一的蚕爸爸，加油咯，兔爸爸、兔妈妈，拜拜，再见咯，拜拜，拜拜。